觉得我小的时候呢，阅读使我强大，阅读有一种奇幻的力量，可以使我从小小的自己看到外在世界跟我的关系。所以这次的美感智能的这个实验计划呢，其实我们用了报纸这样的工具啊。那美感不只是形式或者是设计而已啊，我想美感本身呢，其实是有一种啊跨域的特质。我们要发下这份报纸，好，这是《安宁日报》这篇主题里面有一个太空人，这个里面的太空人是第四页，等一下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料。其实我看到这个报纸，马上让我吸引的地方是，它是如此的生活，但是它又如此的广阔的视野。我们其实是在生活里面去触碰、去学的，所以我就希望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。然后他们看到哪里，去接触了、喜欢了什么东西，就从那个地方去扩展一个世界。为什么我们选这九个颜色？有没有人发现？这是关于建筑。很好，你们有发现到，这是从建筑而来的颜色，跟这个建筑大师科比义很有关系。我就发现，在这个报纸里面，他接触的面向让孩子发现这件事情，是很有意思的。然后在那个发现的当中，其实是沉浸在这种美。然后沉浸在我们的历史，在我们的文化，在我们的地理，在我们的科学，在各式各样的事情里面，用好奇心去勾引他们学习。那么也是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窗口。